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私家侦探阿松。由于一场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，全球经济坐上了过山车， A 股大幅低开，原油市场暴跌，美股多处熔断，全球资本市场几近崩盘。在一片哀嚎声中，全球央行几乎同时拆低了水龙头，向市场无限量放水。前段时间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一季度 M2 增速达到了 10.1%， 事隔三年后重返两位数。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信号，它表明刺激政策已经初见成效，货币之水已经开始蔓延了。在这个背景之下，有一类产品再次异动，不仅反弹迹象明显，而且成交活跃度和市场追捧热度都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弧线。它就是豪宅产品了。2018年外来房企大肆冲击之下，中山豪宅市场兴起，尽管相比于港深佛珠等城仍有距离，但层出不穷的豪宅产品令这座城市涌现了强劲的生命力。今次介绍给大家一个中山市区的别墅项目，海伦堡青云台。在图上大家可以见到，项目东南面背靠狮头山，大属五桂山山脉，这里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高于市区的8倍，号称天然氧吧。翻过狮头山就是长江水库及一望无际的山林，景色优美，号称新中山十景之一。北面临近三溪文创小镇，是中山政府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小镇，集小资情调和国民特色于一体，是街坊休闲娱乐聚餐的首选之地。青云台位于五桂山，但同享东区的配套，沿住长野路北行三分钟车程，即达远洋大信和市博览中心。三溪村市场、衣食住行、商务行政都集中在这里，开车五分钟到达中山三大实力医院之一博爱医院，十分钟内到达利和商圈。总的来说，项目是依山傍水，人民福地，配套齐全，交通便利，真正做到出质繁华，入质宁静，是高端人群不可多得的宜居之地。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项目本身的情况。项目整体占地面积约 6.4 万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约 22.3 万平方米，总共由8栋高层洋房和83套连排别墅组成，总规划户数为1418户。别墅是2022年4月交楼的，整个别墅区坐北向南，每栋别墅都是南北对流设计，共配有1445个停车位，车位比例超过1:1，是目前区域内少有的高车位配比物业。别墅面积是143方，可以满足刚需家庭和改善家庭。均价3.5万至7.5万每平方米。根据现场销售人员介绍，青云台的别墅是非常抢手。暂时推48套，已经售罄40套左右。别墅的品质是非常高的，一层餐客厅无缝连接，整体进深9米，7.2米的开间，入门后的空间感非常大气。实际使用率为350%，计算面积是地面3层。负二层有4个产权车位，是全部赠送的。一楼为公共空间，7.2米阔的豪华客厅。餐厅放上的大圆台，配合大面积玻璃落地窗，充分彰显了大家气度。 U 型的大厨房则分开设计在另一边，客厅不受厨房的油烟影响，阔绰的空间可以兼容多人同时操作，可以同子女一起做一位爱心晚餐。楼梯下来就是负一楼了，有近30平方米开放式下沉庭院，通过采光井阳光倾泻而下，这里光影斑驳，饶有趣味。你可以摆上一桌一椅，品茶冥想，或者叫上亲友来一场 BBQ， 一场 home party， 让笑声洋溢整个空间。Thank you.
呢边设置咗一个独立嘅空间，休息室、露台、衣帽间要用齐全。更贴心的是，整栋楼单独设置了一架电梯，免去了长辈上落楼的不便。二层地下室还设置了阔绰的多功能空间，在这里你可以根据兴趣打造出棋牌室、床走室、健身房、巨木影厅等不同场景，为一家人的生活创造无数的精彩。而且每户还配置2-4个独立产权的车位，不需要经过工区直接入户。之后你还可以到旁边的衣帽间完成全身消毒，换上干净的衣服回家更安心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现在直接来到了二楼。二楼以上则为休息区，这里二楼的房间做了小朋友的生活空间。
三楼则为主卧套间。都带有自己私人的小露台。加了个大衣帽间，如果家人多的话，你都可以改为一个儿童房，方便照顾年幼的 BB。套厕方面都是十分齐全的，坐厕、企缸、浴缸样样齐全，浸浴冲凉两不误。别墅负一负二楼的光线及通风都是非常好的，欢迎大家联系我们私家侦探实地贷款啦。